比较不会玩滑雪。我要彪悍。你打字什么？冰块哦，冰哦。你们还没有穿。我们先来吃阿姨烤肉。去准备去洗面，而且哈，终于我的相机的 memory 终于拿出来了，因为原本我相机的 memory 已经是完了了，就不能再录东西了，我很伤心。回到最后就是找到了一个救星，就刚认识朋友的电脑，还有我朋友的那个 pen drive， 才拯救了我，太开心了。这就是洗面的街道。我买了一个，这个是里面是鸡蛋来的，然后这个是香蕉面包哦。有人这样拿筷子了没？啊，小姐。我啦。你要姐吗？啊。姐。那今天好2000 years later. 我操！你来剪啊！剪啊！来。我就感觉像吃菠萝油。真的，很像菠萝油。它偏酸一点点。哇！我们的番茄味很重。辣酱面。我觉得我加了很失败啊。我刚看到有那个百货市场都买那个这小孩子用的筷子给你们用，他们想要买小孩子的筷子给我用。两个三个在研究韩国字。你弄什么？你煮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热了热。他们在很浪漫的吃。什么事情哦？这两个人。耶，吃什么？好吃吗？好吃啊 ，good 啊。给我点钱吗？给我一点钱。他要给我一点钱哟。没有没有，你给我一点钱。我拍一下你们两个。哈哈。哎，宁辉。哈哈哈。不要看我们的了吗？哈哈哈。还尴尬了，我靠。我眼睛大大的看着。你看，喂人了，喂人了。哇，好吃哦，好吃哦！再喂它，哇哇！哎，我们也是要喂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全部都要吃一口试试看。我们在挑战最斜的路，最斜的山路，challenge。走这斜过去比较容易上，真的。啊，这样子啊，你这走啊 ，OK。好累，很累，真的累。我们现在走路要像螃蟹走路，OK， 要打横的。这是每次爬到山上后会看到的夜景。